你红色公司你要倒去啊？你阁有心情伫遮煮水鸡？你无甲透三工，伊哪有法度甲无够的资金拢补起来啊？今仔日我会当渡过难关，东山再起，全是靠你甲我斗三工。伊过了这关，等你想办法来甲咱创客。这份温情，我彭耀武绝对无可能放袂住。想要看我笑话，我一定会加倍。三立台湾台最新八点档大戏《弯弓》。安尼全世界，敢剩咱两个人，安尼该有偌好？你若是不相信，我明仔载就会当甲子华去讲一下，一世人我就甘来心疼，甘来辛苦。以后大家做不了操课，加油啊！因为袂用好信用知影，刚毕业就是单进会的某。对嘛是，多好多。本周剧情越来越精彩，准备。最好看的精彩好戏，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观蒙。我叫做张若元，英文的名叫做 Hanson。你嘛会当叫我上讨厌老师上课会为一大堆的薪水小偷周真妮。这尔无教教，我小可甲你教示一个要来。美丽家园优惠的员工名单跟出来。曾经你会当优先成购，因为当时就有答应。优惠啥拢会用的，就像别人优惠伊。苏小陈小春的资格。你连好些查甫人，哪会这尔恶毒？咱小春是冰淇淋，摕员工优惠买厝，伊阁要差一卡来动。今仔日是佣金交结最后一天，我提供大捷建设，我袂家己菲律宾专团户头。要请去财产局，真拖时间啦，看会当拖偌久就拖偌久啦，恁去啊。你红色公司你要倒去啊？你阁有心情伫遮煮水鸡？靠！我想阮爸应该是送袂出钱啊，我是先做上歹的拍算，甲去看文件先传好。冠杰拢讲，要话者就是爱面子，袂伊早就来遮。叫你帮忙啊！你起码靠，你敢那会更加万分？剩五分钟啊，应该无什么机会。哎，是讲我彭耀武应该是有这种绝处逢生的路。你无甲斗三工，你哪有法度甲无够的资金拢补起来？你的事到底是倒位？